在天上荣耀的阿巴父神，主谢谢你，在主日的早晨，能够让我们有何等的恩典，来到主你的圣殿中，我们用诗歌、用赞美来与神来连接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能够安静我们的心。主，求你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光来寻见你。主啊，你赐下柔软的心与谦卑的心，让我们静静地听神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主你在今天能够来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主啊，你总是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，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主，恳求你能够让我们来学习，每一天都能够来跟随主的道路。主啊，最幸福的路就是跟随的路，最喜乐的路就是依靠的路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课业，在工作，在服事中，主啊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所有所有需要的事，我们都能够来求神来光照我们前面的路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主你信心的眼光，我们能够来行走那信心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是那环境的主，你是那创造的主。主，求主你赐下那春雨，能够来润泽土地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神你的话语，能够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。主，恳求你与我们的国家同在。主，你是我们国家的主，是我们城市的主。主，你是永不教会的主，也恳求你能够与今天玉君传道同在。求主你恩高，玉君传道今日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亮光与帮助。也恳求神你的灵就大大的充满在今日的主日会堂，主你的祝福就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。孩子将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来恳求祷告，阿门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。今天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20:24-29，约翰福音20:24-29，我来读24。当耶稣显现时，12使徒之一的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其他的门徒把已经看见了主的事告诉多马。多马对他们说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并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，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，我绝对不信。一星期后，门徒又在屋子里聚集，多马也跟他们在一起，门关着。可是耶稣忽然显现，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他对多马说，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，看看我的手吧，再伸出你的手，摸摸我的肋旁吧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耶稣说，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4:18，哥林多后书4:18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经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。
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